院的勇士。那我们的传统乐器呢，是沙朗月的沙爱琴，在场地记忆的感谢中，所以呢，就是让大家会觉得传统乐器的这个那如果有机会来到沙朗月馆，那么大家也可以享受的这一段的这个沙爱琴的这个演奏的心理疗愈，非常的棒。希望我们把这个音乐的乐曲带到希望我们台湾的朋友会喜欢。我们再给我们的音乐来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也给我们的勇士们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大家注意喽！